6月17日，胡月涛、魏子月、惊喜现身上海为某活动助阵，两位小哥哥当天都选择了充满夏日气息的穿搭现身，妥妥地帅出了新高度，而好皮肤更是让人羡慕不已。现场魏子月也分享了护肤秘诀。我注意那个补水防晒，对，防晒很重要，就防晒大家都会忽略，但防晒真的很重要。胡月涛、魏子月两位小哥哥现场也分享了自己接下来的工作计划。最近就是刚录完新歌，然后在月底之前要发给大家，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，但是现在不能告诉大家，大家往后看吧就会知道了。好想知道，还蛮大的这个惊喜。我是最近是马上也要录歌，然后出单曲，对，希望大家多多期待吧。对，谢谢，那就让我们期待吧。上海报道。